女生宿舍讨厌的学姐。哎呀，都在吃饭呢，那正好呀。谁啊？我是大四的学姐，来做意见调查的。哎，你们觉得学校水果店怎么样呀？我们农村都没有水果店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啥呀？都坏了。什么坏了？你是不是想给钱吧？什么？给啥钱啊？我又没有说是免费的呀。农村呢，别人都家里介绍实习工作，我只能……那多少钱啊？哎，富贵儿，100块钱三盒，不贵的。来，下次吃水果记得找我啊。嗯。哎，富贵儿上哪儿去啊？学姐，我肚子不舒服。哎，那我等你回来啊。学学，你用我这个清洁剂啊，很好用的，你试试啊。学姐，那试用一下不收钱的吧。哎，不用，那这一支也交给学姐了。哎，好。那不错吧？下次活动90块钱买一送一，特别划算。啊？可是你2021级播音系轩轩是吧？那以后有什么活动，我就……别，学姐，挺好的90是吧？我马上转给你啊。哎呀，富贵回来了呀！是这个50块钱买一送一，哎，你舍友都买了是吧，萱萱？哎呀，这是你农村来的学姐吧？好吧。那行，这瓶给你们先用着，等配货了再给你们送过来啊。哎，富贵，你还肚子疼呢？不是说让你不要吃那个过期果盘了吗？100呢，不吃也不能浪费啊。吃点新鲜的吧。嗯，谢谢小童。不过小童，你买那么多水果吃得完吗？可以放在阿姨的冰箱呀。别的也就算了，你这榴莲味儿这么大，阿姨不给放吧？阿姨那是因为大家总放各种东西。以后别被这学姐忽悠了，就是个骗子。学姐，我现在有点事。哎呀呀，我就说两句，不耽误你事情啊。来，走。我这里啊有个考研英语培训班，很划算的，就4000块钱。4000？富贵哪有这个钱啊？你们快回来！这家学姐又来了，这次居然找富贵要4000块钱。条件也一般般，长相没长相，家境没家境呢。你自己得靠自己努力。什么？等我半个小时到。你拖一下，我也半个小时。交了，你考研就基本上可以过来了。齐了，学姐，宿舍里面不能退校，你再这样我就把你放到校园网了。女生宿舍爱蹭的人。哎呀，热死了，都没心情看综艺了。哎呀妈呀，你们南方这夏天真没法过了，学校咋还不开空调啊？群里通知交200空调费，空调插座就有电了。啊，那太好了，那咱们赶紧交啊。哎，热吗？这才几月啊，我一点也不觉得热呀，干嘛交空调费便宜学校呀？哪儿不热了呀？明明很热，为什么不交空调费啊？小点声，等他们熬不住了自然就会交空调费的呀。哎，你想得美啊，谁都别交。穿我鞋干啥呀？啊，我的鞋太闷了，穿一下你的嘛，又不会穿坏。哎，你脱了，你自个儿有小气，自己心里不知道吗？你穿给我咋办啊？你才有小气呢！哎，你，妈，还给你。有脚欠鞋，我也不敢再穿了，当施舍给你。哎，我都说了，我没有脚欠。懒得理你。咋了？哎，静哥，今晚出来打篮球啊？不去。屋里热，外头更热，不想动。张静啊，白羊邀请你就这么拒绝了呀？啊，打住啊！就是他也别想热死我呀！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热的一点胃口都没有。你不是不热吗？不需要吧？啊，我热呀，热的。热就把空调费交了。我就想尝尝嘛。真服了。啊？开空调了，这是你怎么了？倩倩，我们宿舍开空调了，快来蹭！啊，你们舍友终于熬不住交空调费了？哎，肯定是呀，你们宿舍也没交呢吧？来，快试试！
哎，好凉快啊！谁交的空调费啊？不是我，小童也回家了，那谁交的呀？哎，那肯定是我呀，我这叫以德报怨。你呀，怎么可能？都没有认，那当然是我了。张静，你还不快谢谢我啊？嗯，那谢了啊。随便逛，空调温度不够低，我再给你们调啊。不是萱萱，你带那么多人来，我们咋午休啊？什么呀，我自己交的空调费，我当然可以带朋友来享受了。哎，要不然你把钱 A 给我，我就不带人来了。 A 就 A。 再说一遍，空调费是你交的？对呀、啊。你们给我滚出去。哎，你们坐着，你别管他，干嘛欺负我朋友啊？我还要吓唬你呢，冒充别人还敢收钱？干什么？女生宿舍毕业季的遗憾。我的妈呀，张静，你怎么穿上女装了呀？每天来一遍，幼不幼稚？你说谁幼稚呢？我就很奇怪啊。张静，你都开始化妆了，算男扮女装，怪吓人呢。我这是为了你好，这个一点都不合适。你什么时候换回来呀？都四年了，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什么四年啊？什么啊？无奇妙。大姐学习的样子挺像极了我本人，我在这练一会儿啊。萱萱，我等会儿有个面试，你能不能先不要看视频啦？凭什么呀？宿舍就是用来休息的地方，又不是面试的。萱萱，你能不能成熟点啊？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我无理取闹？面试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啊，我听不清你啊。再说了，就你这口音背景的，人家大公司也不会要你啊。那你这你就输了。输了，起码我努力过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？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我也是为了 你好。道德绑架你还没完腻吗？那边我帮你解决啊。哎，你干嘛？再多说一句话，我拉你出宿舍。本来就不关我的事，让你赶紧的面试吧。Dear interviewers, I'm 福贵 graduated. 不是我说你啊，不找工作不考研，整天作业，你以为你毕业了还会有人这么让着你吗？ During my school years. 小童，你这是要搬出去住啊？对，顾佳回来工作，所以我得提早搬出去。我看你这箱子也装不下你这些东西。哎，不是，你再给我，那你拿什么跟我换？或者说我算一下折旧下来多少钱，你再给我，不给就不给嘛。不就一个破硬盘吗？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小童，你放心，我找人给你修好，一定把你这四年的视频资料都给你找回来。反正这四年也走到头了，那就永远别见了。啊、我也走了，后会无期。哇！2022年毕业的学子们，母校祝你们前程似锦。没事啊，没事。